哥哥姐姐们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看一下我们家麻辣很多肉。每个都是经过高温杀菌独立包装的，千万不要让孩子去商店买辣条吃，那个对身体有害。麻辣海螺肉就适合孩子的口味，喜欢吃的下方有我的购物车，一件给你包到家，麻麻辣辣，特别清爽，